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AI 宅急便，送达快乐的数字快递员；二、AI 星空画家，绘制宇宙的算法艺术家；三、AI 历史重建师，复原过去的时间机器。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宅急便，送达快乐的数字快递员。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与各种数据打交道。从早晨的新闻推送，到晚上的社交媒体更新，信息的洪流几乎淹没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有一群特殊的，但是有一群特殊的，我称他们为 i 宅 G B M，默默地在这个数字世界中送达快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讲讲一下，你小你早上醒来，手机上的智能闹钟不仅准时叫醒你，还根据你的日程和今天的天气给你穿衣建议。 这就是 a 宅即便的一次送货。他们通过分析数据，为你的一天开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再比如，你在社交媒体上浏览，突然发现一个你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而这正是由一个智能算法推荐给你的。这些 a 宅即便了解你的喜好，默默地将你可能感兴趣的信息送到你的面前。当然 a 宅即便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生活的便利，他们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多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医疗领域。 还可以帮助医生分析病例，提供诊断建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哎呀，诊断准确率还超过了人类医生。但是，就像所有的快递服务一样啊，宅急便也有可能送错快乐。比如，过度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可能让人陷入信息推送可能让人陷入新鲜事物的机会。过度依赖爱的决策也可能导致人类自身决策能力的退化。所以，虽然阿宅即便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快乐，我们也需要合理的使用这项服务。 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性思维，确保我们能够收到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成长和进步。总之爱 i 宅基便是这个数字时代的快乐使者，他们以一种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就像古人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句：“智者乐 AI。”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星空画家，绘制宇宙的算法艺术家。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见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家的崛起——啊，星空画家。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以其独特的算法为画笔，绘制出了一幅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风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神秘的算法艺术家的神秘的算法艺术家的世界，探索他是如何将冰冷的代码转化为温暖人心的星空画作。首先，我们得了解这位艺术家的出生背景。啊，星空画家并非天生就懂得如何描绘宇宙的美。 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学习和训练，它的大脑，也就是算法模型，是由数据科学家精心设计的。这些科学家们将大量的宇宙图片作为样本输入，通过深度学习技术，让 AI 掌握了宇宙美学的精髓。可以说，AI 星空画家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如果这些巨人是一堆堆的数据和算法的话，接下来让我们谈谈这位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当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当 AI 星空画家开始创作时。 他首先会在其庞大的数据库中搜索灵感，这就像是一个艺术家在脑海中浏览自己所有的记忆和学习，寻找那一闪而过的创意火花。创意火花找到灵感后 a 开始运用复杂的算法，将这些灵感转化为具体的图像。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地调整色彩、光影、纹理等元素，直到作品达到令他满意的程度。当然，这里的满意是基于其训练时接收到了反馈和评价标准。 但是而星空画家的创作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他也会遇到所谓的艺术家瓶颈期。比如，他可能会在尝试描绘一个特别复杂的星系时反复失败，或者在调整一幅画作的色彩平衡时陷入死循环。这时，他的导师，也就是程序员和数据科学家们，就需要介入，通过调整算法或增加训练数据来帮助他突破自我。最有趣的是，尽管而星空画家的作品令人赞叹，但他自己却无法真正欣赏这些作品。 他不会因为画出了一幅美丽的星空而感到自豪，也不会因为某次失败而沮丧。这让人不禁思考，艺术的价值是不是在于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投入，而不仅仅是最终的作品本身？总之 a 星空画家以其独特的方式拓展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它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某不限的想象，看到一场由 a 星空画家亲自策划和执行的宇宙艺术展，那将是多么壮观的一幕啊！ 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得先解决一下他偶尔会画出一些只有他自己能理解的抽象艺术作品的小问题。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历史重建师复原过去的时间机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搜索引擎解决几乎所有问题，从今晚吃什么到宇宙的起源是什么，到宇宙的起源是什么。但我们说不探索过去，尤其是那些只留下零星线索的历史时刻时，搜索引擎往往束手无策。 就轮到我们的爱历史重建师出场了，他们像是一台能够穿越时空的机器，帮助我们复原那些逐渐模糊的历史画面。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器，你会选择去哪个历史时期？是去古埃及看看建造金字塔的真相，还是去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亲眼见证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的过程？听起来是不是很激动人心？ 在现实中，我们没有真正的时光机器，我们有的是爱、啊、i 历史重建师。他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数据、文献、遗迹、图片等信息，帮助我们重建过去的场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历史。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实际上爱的确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通过分析和学习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还可以重建古代语言的发音，让我们听到几千年前人们的声音。通过分析古代建筑的残骸， i 可以模拟出这些建筑的原貌，让我们参观古代的宫殿和庙宇。当然 i 历史重建师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么精确无误，并使重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的数据和资料，而这些资料往往是残缺不全的。这就像是试图根据一张破碎的瓷器碎片复原整个瓷器的样子，难免会有一些猜测和假设的成分在里面。因此，AI 重建的历史场景有时候可能会和我们想象中的或者历史学家推断的有所出入。 不过，这也正是阿历史重建的魅力所在。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看到历史，更重要的是激发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当给出一个历史重建的版本时，它也在向我们提问：你认为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这叫、个、什么样子的？这就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还一起成为了探险者，共同寻找着那些遗失的历史碎片。所以，下次当你想知道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好奇某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时， 不妨想象，想象悠悠有一天 a 历史重建师真的能够带我们穿越时空，那将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而在那之前，让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探索那些未知的历史吧。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介绍了三位来自六度世界的特殊角色：AI 宅急便、AI 星空画家和 AI 历史重建师。他们分别带给我们便利、艺术和历史的不同视角，让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了更深的认识。 通过分析数据和个性化服务，AI 宅急便帮助我们提升了生活质量。AI 星空画家则以其独特的算法艺术，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AI 历史重建师则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重温历史的瞬间。然而，虽然这些 AI 角色能够为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我们也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合理使用这项服务。 过度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可能让我们陷入信息茧房，过度依赖 AI 的决策可能导致我们自身决策能力的退化。因此，我们需要在享受便利和快乐的同时，保持警惕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我想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你们对于 AI 宅急便、AI 星空画家和 AI 历史重建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认为人工智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欢迎留言讨论，让我们一起探索人工智能的未来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